想着出来练练兵吗？好，你练兵，我旁观。好歹也是你带过的兵啊。我不行了，还是你来吧。你们都不困是吧？是不是大家难得放松一个晚上吧？那个，我先去遛狗了。我有点饿，我去找吃的。我去赏月。哎，带上我呀！ 在女孩子帐篷里看着点时间，不是我正经聊天儿。